直播，来直播了，大家想戴耳机，对，为什么想戴耳机？是因为刚好我的耳机在附近，还想戴，现在戴戴看，可以吗？还行。嗨，想说，今天是端午节，然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古人的一个纪念，一个古人的节日，所以才会有端午节。对，我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很好奇，就是我知道我是可以去 Google， 可是我懒得去 Google， 我就很好奇想问，为什么会有立蛋这个习俗？我想要请问大家，对，就是我很好奇这个东西，所以想要问问看大家，为什么会有立蛋这个习俗呢？我很好奇呢。谢谢小光的行李箱 ，Hello。哒哒哒哒哒哒，嗨，应该可以吧？先这样子应该不错，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立蛋。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只知道，要吃粽子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有这个立蛋的习俗。对，就是大家一直在立蛋，立蛋，然后在，就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立蛋？立蛋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原来是这样子，比较，这可能跟太阳什么什么之类，地心引力这么多东西。嗨，勇哥，因为我想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古人，对，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离骚》，是这样说吗？对，那他的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很喜欢屈原这个人，所以就大家都在立蛋，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到底是屈原还是因为什么跟鸡蛋有关的一个别的故事吗？原来是立蛋是另外一个东西。谢谢豆豆猴影爷啾啾你哟。我刚刚有等一下，我刚刚有去 App Store 怎么样，我刚有去 App Store 去看，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浪已经是最新的，对，是这样。这个声音是 OK 的吗？这个音量是可以的吗？我就这样播咯。我很喜欢屈原，可以哈，好。我刚有去更新，我去检查，然后我是有更新的，对。嘿嘿，风仔，谢谢风仔。可是如果没有那怎么办？那都可能是我手机的问题。对，我觉得应该是我手机吧。Hello， 唐老给陪陪。Hello， 大家，不行，还是不行哦。那没关系，应该是我手机的问题吧。可是距离九月还有一段时间，我是打算在这个九月的时候换手机，对，那我旧的手机就可以用来直播的。我刚刚有更新，不是我是有去检查，然后右边它显示的是打开，不是说更新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我手机的问题。没关系，那我先替大家省钱一波，好不好？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浪来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很好，就是他们愿意去跟大家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们可能跟他反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帮你去解决，然后去回你什么的，我觉得很棒。谢谢草莓酱的文手礼。对，谢谢北极熊的幸运四叶草。我这个头发，我其实我绑了蛮久，因为我自己一直很不满我绑的不好，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今天绑了好几十次之后最满意的一次。对，谢谢浩逸的比心。我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的偶像，就是宫胁孝良前辈不是要毕业了嘛，然后他有出周边，然后我就看到，我看到他有卖生写真，然后他是穿以前他穿过的裙子的，就是制服裙子，我都很想要，就是想要收集一套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入手，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可能你们买这种周边的时候，你们会就是怎么买这种周边？就是对，因为它是好像是日本那边嘛，对，所以我就很想要自己收集一套这样子，然后还有衣服什么的，我都很想要每个都要一个，就是自己收这样子。对，所以就想问大家是有什么渠道可以真买到，找代购哦，就是找代购。好，我有朋友在日本读书，我可以问他。Hello， 大家，谢谢高 P 的船长。对，我可以问我的朋友，他在日本读书的话，我请他帮忙。我觉得等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就好，因为我很怕就是会卖光之类的，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小樱花那么受欢迎，那么漂亮，大家都喜欢，我很喜欢。好。Hello， 真的是觉得出社会认识人比认字重要，对不对？谢谢北极熊的行李箱。Hello， 最近有一个游戏叫二字国，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打开 YouTube， 都是介绍这个游戏的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 YouTube channel 之类的。然后本来我是蛮想要，就是蛮想要下载看看，结果我看到听说好像要真的要氪很多钱才可以玩下去，所以我就打消这个念头。在香港会过端午节啊，香港的端午节就是划龙舟，还有吃那个粽子，对。然后我们都不会立蛋，我们没有立蛋这个习惯。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立蛋，然后我们官方账号都在立蛋这样？所以我说，难道是因为鸡蛋还是什么的原因吗？因为我只知道。这是为了纪念屈原而出来的一个端午节，对。对啊，那个很要氪很多钱才可以玩下去。我今天也没有立蛋，因为我对我来说，
谢谢解层的船长，对我来说这个端午节是一个蛮重要的节日，还有一个蛮凝重的节日，所以不会想要立蛋。对，因为那个就是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古人，嗯，所以不想想谢谢小叶的枫叶。那是我之间 ，baby 撒拉嘿哟。对，离骚，真的。然后今天我打开我的游戏，我发现为什么里面这么多人，然后我就问我朋友就说啊，今天是红日，红日就是放假的日子，所以就里面很多人这样子。谢谢坤坤的船长。说你的心就像海底针，来啦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说你的心就像海底针，来照我之间 ，baby 撒拉嘿哟。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 ，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 ，I will miss you。这一生只可在梦境追上。命运就算偏会流离，命运，我真的很白痴。你需要这首歌，这首歌叫《睡到三点》，我好喜欢。自由咩料咧？自由咩料咧？因为我每年都是在家里过端午节、啊。哦，我有一年好像。跟学校还是怎样，还是家人还是什么的，跟他们去那个看划龙舟比赛，真的咚咚咚，这样。我是一只玛丽猫。哇，是一只玛丽猫，我超喜欢玛丽猫。谢谢周的草泥马德，那是什么？谢谢。差不多，香港的种子跟台湾的差不多，对。都很好吃。你们那个粽子，你们会加糖还是加酱油？我吃过了。总之我会加酱油跟糖。会加酱油，我喜欢加酱油。为什么会加甜辣酱？香港会加酱油或者是加糖，二选一。可是我会加了酱油之后，会想吃糖，我就去沾糖的；然后再想去吃酱油的时候，我再去沾酱油，这样子。
下唯一的行李箱。我不能吃辣，不太吃辣。可是甜辣酱，吃完那个甜辣酱不是跟蚵仔煎那个酱差不多吗？那个酱不是会有蒜的味道吗？我每次吃这种，我都不敢吃那个酱，因为这是什么？这到底红颜该对杨闯吧？这是什么？我超喜欢的，哎，我超喜欢的，而且很适合我哎，刀仔侯爷，哎，这很可爱耶，哎，超可爱的。我是说，就是那个蚵仔煎上面的那种酱，有那个蒜的味道，我都不敢去吃它。是我是可以吃，可是我不太喜欢吃那个，因为那个会让我嘴巴有那个蒜的味道，我是很不喜欢的那个味道。那个是端午隐藏版，那什么，那个我很喜欢，那个不同的东西。OK， 好，那我喜欢那个麦克鸡块的那个酱，那个酱好吃，很好吃。我超不喜欢蒜味，大家记得参加活动的话，千万不要吃到那个酱，好吗？我说的是，千万不要吃到有蒜味的那个酱。不是说有蒜头，是那个酱会有那个蒜的味道。还有，如果你们要约，就是可能约那种自己喜欢的对象，我还是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千万不要吃那个酱，对。老虎很可爱啊，不觉得吗？老虎，那个蒜蓉包那种包很好吃，可是、啊、而且那种不会有那个蒜的味道。那个酱的味道基本上。口香糖是没救，什么都没救，除非你是马上跑去睡觉，然后隔天醒来的刷牙，那都可以，不然真的是没有救，真的那个酱没救。嗯，真的那个酱很厉害。睡前当然要刷牙，当然呢，谁睡觉不刷牙？谁？谢谢三的行李箱，谁敢在看牙医前吃蒜？谁敢？对，握手会啊，还有 TP 的活动啊，公演的话都没差，因为公演我们就很难会讲到话嘛。对，嗯，活动千万不要吃到跟蚵仔煎还有跟肉丸的那种，是那种酱，千万不要吃到。对，谢谢。那个味道应该。是连刷牙都没救，真的口香糖没救，刷牙没救，什么都没救，喝水也没救，真的。至少
如果我要戴口罩，然后我吃那个酱，然后在呼吸的时候，我会闻到自己的那个蒜的味道，我自己也会受不了。所以戴口罩更不要吃那个酱，不然那个口罩就是你直接是反击自己，是反弹哎，这不是喷别人，是喷自己，那个笑死！我记得有一次验血，忘记谁，好，其实我记得是谁，可是我不想说名字。对，就是有人吃了那个酱之后，我们大家都闻到为什么这里会有那个酱的味道，就是好像一个行走的大蒜，你懂吗？这个笑死！我们验血，大家都哇，大家熏到要死。我忘记啊，好，我知道是谁，可是不想说是谁。反正是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都没差了，对。那个我觉得这是没救，大家千万要小心，知道吗？对。嗯。行走大蒜。我真的永远没办法去忘记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不要猜，不要想去猜，千万不要猜，因为你不管你们怎么猜，你们都不会猜得到，因为就算你猜到，我也不会告诉你是谁。对，反正就是很厉害，对，很厉害，耶、yeah, ！好，下一个话题，不要再纠结在大蒜这个东西上面。盖不掉，真的是口什么？我刚刚说了大概十次口香糖是盖不掉那个味道，刷也盖不到那个味道，除非你晚上刷牙睡觉，明天起来然后再去刷牙，那个味道可能才不见。对，知道为什么我知道的那么清楚吗？因为曾经很久很久有一次，我就是有试过这样子。我吃完之后，我就想说，哇，我的味道就是那个酱的味道，那个蒜的味道。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去刷牙，刷也没用，我去吃口香糖，吃口香糖没用，喝水没用，这是完全没用。那时候我大概是可能早上、中午的时候吃，然后一直到晚上，那个味道一直都在。那一天我是几乎没有讲话，然后当我到家。我是刷牙睡觉，隔天醒来才发现那个味道才就是好像有消掉，可是那个味道还是会在。对，所以我奉劝大家真的是千万要小心吃那个酱。Hello， Let's反正那个酱是什么酱呢？就是你去沾肉丸的时候，你会沾到的那个橘橘的那个酱，还有那个你去吃蚵仔煎的时候那个橘橘的酱，就是那个酱，那个真是。早餐的香蒜厚片可以，那个是 OK， 那个味道是可以消掉，可是那个橘色的酱是没办法消掉，完全。100%没办法。他说现在礼物特效过高，所以他一定没办法送。那可以，没关系，先省钱，我们大家先省钱。拉面的也不错。大蒜面包很好吃啊，可以啊，我只是不能接受那个橘色的酱那个味道而已，其他都可以。Christine V， 我记得 Christine 以前很多人，对，现在好像已经
好像不都已经对。小分队，戴了耳机，我这也有点不太习惯。对啊，已经不在。Pledis， 我知道 Pledis 这个公司，没办法，以前 Lewis 也是这样撑过来。谢谢 Rain 的爱的小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谢谢幻想转身鼓励跟牛顿也吃苹果的枫叶。应该是本人吧。如果不是本人，我怕。谢谢小光的直播的守护灵。超想要收集一套小樱花的那个生血，应该也是要用抽的吧？应该是吧。哭，太难了，太难了。看到就，看到 you made a kiss me。我今天一直在看那个以前 CSGO 的一些电竞比赛的影片，然后觉得很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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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青云明天生日快乐，赞哦，生日15号，我有朋友昨天生日，晚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他们的，就是可以用直接买的嘛，就是可能旁边的店里面他们有卖一些生血之后我就直接用买的。因为你知道随机的很，
看一下。
smoke. If he puts it off on this side, Pronax is going to be in the tough position. He smoked. The bomb is there, fakes it once, runs out right at the edge, and he gets the kill. Oh, happy! A stunning performance from him. It is really terrifying at the moment here. Pistol round means everything. Otherwise, Fnatic could end up crashing out of this quarterfinals, essentially, in the final map. That would be a devastating result for them, obviously. Home turf here. There's going to be a serious discussion going on right now.对，没错，那一场。然后他说，因为争议太大，所以就直接弃权，然后让 LDLC 晋级。后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他们没有做错，对。然后主办不认账，就要求他们要重打。结果发现 LDLC 上半场也有搞 Pixel Walk。所以改成他们要0-0冲打，然后Fnatic就放弃比赛。对啊，我觉得没差，我觉得没问题，是他们自己那个战略而已，我觉得是战略。而且那是虽然可能说是 bug， 是 bug， 可能是 bug， 可是是他们自己发现是可以这样子叠人，人叠人这样子叠上去，我觉得没问题啊，这是没问题，是他们自己游戏设计漏洞，他们也是自己去发掘这种漏洞，然后再去找一个战略出来。那我还看那个。TPA 吗？是吗？好像是这样。他们打 low 的那个，打 low 的那个故事，对。好，可能大家不知道 CS:GO 没关系。没问题跟没关系混在一起，但 TPA 很猛，很久，超久的，太久了。哦，哎，对了，大家最近因为办公，等一下哦。我刚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办公大楼防疫规定，请粉丝们暂时不要寄送给成员的，信件跟礼物到公司，还请谅解。这样，我刚刚发现有一段这样子的文字，哎，然后可能再晚一点才寄吗？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防疫规定先不能寄到公司。天哪，哼，好，我知道了，对，要等啊。神威在直播，哎，你知道神威吗？神威以前也会有来看我直播，然后以前就是上一次直播我有讲到冲天跑这样子，然后
我跟他讲到充电跑，然后他都有去开充电跑的，这跑 online 的直播，我也有去看，可是因为我就是不想课了，没办法跟他一起打游戏，所以我就只有默默的去看他直播而已。他有蛮多人看的，其实我也很想跟他一起打游戏，可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应该是可能不行，所以就有点，就是我最近的一直在有点迷惘、迷茫、迷惘、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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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迷，啊，有点迷茫。谢谢天气热了，人人想睡觉不想上班，我才感谢你好不好？你不要不好意思，最不好意思的是我。什么？为什么你们最近很喜欢用虾虾那个虾虾虾？他在玩二之国，某程度上，某程度上也是因为，可能最近有看到他一直在直播二之国。所以我就最近的广告一直有二之国的广告，最近的 YouTube 广告也是二之国的广告，然后手机到哪里也是二之国二之国。Hello Joshua， 氪之国交浅世界，对，听说我也有看过，说它是一个需要氪金的游戏。等一下，我刚刚看到叶枫明说二之国，他我刚刚看到叶枫明留言，我以为你要说二之国，我前天才下载，结果你说我前天才删，你删掉了，你也是受不了是不是？一个氪金广告。对啊，大家都是在看二之国的广告。啊，每个礼来先，首先跟你说一下。这游戏的礼包怎么算？一把中二之国，氪金之国。可是不得不说的是，它的那个画风都很可爱。升阶之后要试新的，要试新的才会跳。你升阶之后会跳一个礼包出来，你会跳一个一样这一把武器的礼包出来。我在看神威直播，不好意思。不氪金战你很难上去，对。我也有听说，而且一直在跑那个任务，剧情任务。觉醒二的时候会跳一个礼包出来。是觉醒三还是觉醒二？我忘记了。反正我这两个都跳礼包啦。这两个都跳礼包，然后上面觉醒的时候有跳两个礼包出来，忘记。蛮多人玩的。觉醒的时候跳礼包。我刚刚觉醒这一把刀，好像这个游戏都蛮贵的感觉，是不是？忘记了，觉醒不是跳礼包吧？啊，升阶到六星，然后也是会跳不知道什么礼包，反正升阶好像也会跳礼包，觉醒也会跳礼包。Hello。啊，这一把我已经抽到一把。我剪了，你们有发现我剪头发了吗？他升阶，我自己剪的。本来啃到这里，然后剪到这里，变短了。你太久没看我了。具没礼包，防具没有，武器才有。伏命。武器才有礼包，我有点忘记。嗯，短蛮多的，对不对？我忘记。防具是没有，绝二跳的是对，因为武器会跳。对啊，这个头发不说的话，应该不会发现吧？对。47什么东西？有变短，可是是自己剪的，我不是那种卡，不是这种哦，是那种慢慢修的呢。哦，因为我刚刚在往前，没有，我刘海没有剪过。你们不要以为我剪头发也会剪刘海，好不好？我只有剪这里哦，我刘海没有剪哦。我看一下，谁说剪刘海？谁说？幻想我没有剪刘海。你可以咬它，
咬我头发。是我最近绑的头发，还可以吗？因为我平常不会绑这种头发，然后最近就想说，想要试试看不一样的可能发型，或者是不一样的样子。而且我觉得神威他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土豪游戏实况主，对，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很需要大家的抖内，他感觉很 rich， 天，这一直在氪金游戏什么的，超猛，抽500块好不好？给观众在看台，还抽奖 ，IG 追踪叔叔若林卷师，追踪。古代书生不是这样的，古代书生是连这边都绑上去的，你们懂吗？是这样。这样也绑上去，这样才是古代书生。可是这种的话，这边头发要留着。什么萌新主播？神路不抽保底。不知道我还会不会玩，我抽保底。我说过了，观众够多我就抽，观众够多我就抽啊。你是看观众的。还是会有差。水啊！要不要去留言说小弟直播看你直播？称号什么称号？什么称号？我的总榜是隐藏起来，什么总榜？什么总榜？今天我说我要抽现金，就是抽现金。好，下播前会抽现金的吗？下播前抽现金，要记得追踪。然后教大家抽奖方式，496个赞。对啊。水不是木打，水是木打，是不是？那边观众超多。我一直都是关起来的吧，我记得我一直都关，我从来没有开过吧，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开过。我也很想跟神威打游戏。他有，我刚才看到他问我有没有一起玩跑，这样我很想耶。觉得没
지금부터 거슬러 유아 가는 거야 가는 거 상상해 만들어 줘 see your thing work it好像真的在摸别人屁股那样子，然后再加上你那个表情，那是好笑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很好玩哎、欸。这哪里屁的？高中时候谁不屁？谁不屁？你说？啊，你就是说寿司郎，我喜欢吃寿司郎那个。草莓嵌成 蛋糕，然后上面会有冰淇淋的那个，还有，反正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吃，他所有的蛋糕都很好吃，甜点都很好吃，超好吃的。啊，好想吃哦！突然，可是我晚上我已经吃了寿司，所以我现在还蛮满足的，现在心情很满足。可是我现在好饱、哦、那个会香的玫瑰，好想吃蛋糕。明天好了。
一个人叫泰容，泰国的泰，容量的容。然后我觉得他跟我们的冈田奈奈前辈长得超像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去 Google， 超像，超级像。这不是我以前就觉得，这是。这是我以前就觉得的事情，我就觉得超像。脸型也像吧。是我卡，东西有点想睡觉，有点太饱了，我眼神死掉。然后今天最近也其实没什么事情，一整个礼拜都没什么事情的感觉。对，所以现在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每天都会有想做的事情，然后每天都会忘记，一直都忘记，但我姐不是很多人有就退票还是什么吗？因为不会爬得过去。好的。最近好像有新的选秀节目的感觉，是不是？在好像是男生版的 DD52，金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很好奇。好像蛮好看的，我很期待这节目。对啊，感觉应该蛮好看的。没有事做，推荐，好像很不错。我原本也有机会去参加 DD52，结果就没有，哭。如果我有参加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这是我的世界观会比较大一点，或者是我不会只就是自己的思想不会只局限于一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可能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我好难过，我每次想到这个都会有点，如果当时候有让我去参加就好了，这有点。我原本是有被挑的，想要去打开我这个，打开这个我世界观，打开我的格局。We're gonna break it down. We're gonna break it down. What you gonna say? 尽管世界有着许许多多的忧愁，时间又好。人到年龄又带来健康的体魄，更带给我自信。学武术十年了，勤奋自律是我对自己的期许。今天还蛮多人开直播，对。希望这个运动比较特别，它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有点像你跟他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射箭是我的兴趣之一，它就像我的人生态度一样，做什么事都要一直那种。如果有参加，我应该不会很多。
执着在于这个团体。可是感觉这世界不会有雨果。事情就会要求自己做到完美的人，跟着古典找寻属于我自己的节奏。最近那个大嘻哈时代是不是开播了？好像是耶，真的耶，大嘻哈时代开播了，那是昨天还是前天？一天前。如果杰西有参加，那蛮酷的。哦。我最近看剧都是用两倍速去看，所以我很快就看完一部剧，很开心，很省时间，超开心的。那是红尘的玫瑰。觉得有时候追剧就会觉得很慢，进度很慢，就很觉得啊，时间太少了什么的。
看字幕啊，看字幕就好。字幕比较不用追剧，就不用追，还蛮舒服的。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对。兄弟连，我知道，我知道这部，因为我朋友也一直叫我去看呢。可是我是想说，因为它是剧嘛，它不是电影，所以就有点啊懒得去追，你懂吗？就是不想追剧。啊，可是我很多人都说很好看，《兄弟连》这部一集。怎么办？他在咬我舌头，天啊！好，没事。我刚刚我的口红掉在我电脑上面了，我电脑有一滩口红在上面，笑死我！先整理一下。我觉得他很像 Justin Bieber。喜欢 Austin 这种很阳光的那种型，可
是 Justin 那种是 Justin Bieber 是那种拽拽酷酷的，有点坏坏的那种，很难选耶，各有各好。可是我比较喜欢阳光的，他感觉比较爱笑，我喜欢爱笑的人。我喜欢爱笑的人，很可爱呢。Thank you.
ain't never seen it in a dress like this. He ain't never even been impressed like this. Probably why I got him quiet on the set like zip. Like it, love it, need it, bad. Take it, own it, steal it, fast. The boy stop playing, grab my ass.很明显不是十元啊。
spoon for two and two jackets, laughing about how small it looks on you. Watching reruns of Glee, being annoying, singing in harmony. I bet she's bragging to all her friends, saying you're so unique. So when you're gonna tell her? 都很好看耶，石原跟诗雅的照片超好看的。Do you get deja vu? Ah. 很夏天呢。Do you call her and almost say my name? Cause let's be honest, we kinda do sound the same. Another actress. Well, I hate to think that I was just your type. And I bet that she knows Billy Joel, cause you played her uptown, girl. You're singing it together now.I bet you even tell her how you love her in between the chorus and the verse. So when you're gonna tell her that we did that too, she thinks it's special, but it's already used. That was the show we talked about, played you the song she's singing now when she's with you.Get deja vu when she's with you. Do you get deja vu?突然想到以前有一个好像一个 CSGO 比赛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一个选手里面他的作弊档案叫 WordEXE， 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想笑了，笑死我了。好，就这样，对，就这样而已，没事。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body to body, dance the night away, shoot tequila straight, obsessed with each other, down for another round until last call was an alcohol keeping us up till the sun came around. Thought we'd stay drunk forever, but nowWe used to be dizzy all morning, hungover pouring cups of coffee black, kiss and crawl right back under the covers, down for another hour in that bed. Now I'm here instead, waking up sober. It feels kind of nice, except that I can't sleep at night. You're the reason there's no whiskey anywhere inside this
谢小光的看好你哟。我现在是很想打游戏而已，其实。所以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天哪！20年前投币是网咖，这是什么？笑死！我觉得我家好像有蚊子，天哪！感觉很有趣。我没有看过投币式的这种，还蛮复古的。我最近 Switch 的游戏我都玩 Just Dance。谁在偷打游戏？我没有偷打游戏，我打字而已。
歌手 Cover 的 Plastic Love。Tapki 应该知道这首歌吧？小飞侠，DJ的歌我唱。
常听，都很喜欢。忘记我想听的歌叫什么名字，就哦。Don't stay up too late, but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been on my mind. Take it a while for me to say it, hope it's fine.I wouldn't mind if you were taking up my time. So I'll meet you at 8. Whatever you wanna do is fine by me, I swear. Put on the radio and take you anywhere. Cause I've been tired of only talking when we text. I hope it's mutual, cause I think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Wondering if you think you'd get used to me. Hi. Now I'm getting nervous like I used to be. 谢谢契尔的一封信。Asking you to say the word and I'll be on the way. Let's just go talk about it. I got time if you're about it. If you need me, I'll be here to stay. Let's just go talk about it.Don't stay up too late. But if you find yourself awake at 2 a.m. you can call me up, it doesn't matter when. Not gonna lie to you, I'll be here anytime. So let's not complicate whatever emotions that we're feeling at this timeWe got issues, we can solve them down the line. And if you feel the same, I hope you won't get tired of me. Do my best to offer something new to you.
doubt that I'll be on the way. Let's just go talk about it. I've got time to feel about it. If you need me, I'll be here to stay. Let's just go talk about it. I've got time to feel about it. Say the word and I'll be on the way. Been a while since someone made me feel this way. Been a while since someone made me feel okay. Forgotten how to feel, how to call you by your name. Barely recognize you now. All your words have turned to stone. You've forgotten all my songs. You've forgotten all my love. Don't you know you make me nervous still? You pull my thoughts apart. Though I've been trying to get you off my mind, give me time, cause it still burns my lips to say your name out loud, my love. Sha-da-da. Naive of me to think that one day you'll miss my name. Promises you said you keep. Yeah, touching her between the scenes. Was it wrong for me to trust? I'm still only 17. Don't you know you make me nervous still? You pull my thoughts apart. Though I've been trying to get you off my mind. Give me time, cause it still burns my lips to say your name out loud, my love. I can't stop feeling like none of this matters. Fool around.
超想停止我直播。How do I tell you I'm still paranoid? 他声音超好听。How do I tell you that I worry when you say nothing's wrong? I'm running pale. 谢谢第二十名的八江，谢谢第十九名的 KK， 谢谢第十八名的青鱼，谢谢第十七名的勇哥，谢谢第十六名的贤仔，谢谢第十五名的鱼。好久不见，现在第十四名的小叶，谢谢。现在第十三名的企鹅，谢谢企鹅。现在第十二名的周，现在第十一名的小光，谢谢第十名的北极熊，谢谢第九名的 Andy， 谢谢第八名的 Sam。谢谢第七名的酷家，谢谢第六名的玉安，谢谢第五名的 Rex， 好久不见，谢谢第四名的盖尾包，都在盖尾包，谢谢第三名的红影，都在红影，谢谢第二名的五一，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圆滚滚。I've been feeling in and out.
out of touch. So I'll keep your flowers while I'm still waiting in broken returns. I only wish you'd call me back. It's been hours. 为什么圆滚滚那么多钻石？谢谢圆滚滚。啊，他无音，谢谢无音。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让我这个月可以有饭吃了。哈哈，这多好难过，像就是对。赶快跟大家见面，这样直播也不错。然后看看你们想，就是如果可以，就是有什么直播时间比较适合你们来看的话，你再告诉我。How do I tell you that I worry when we say nothing's wrong? I'm writing paragraphs to find the words to say. I wanna upset you, but I need to get this weight off my chest. So I'll keep you flowers. 那有说可能礼拜三特别不能看直播，或者是礼拜几的中文比较好吗？谢谢浩一的掌声鼓励，我很喜欢他，他声音超棒。目前还觉得还蛮好的，谢谢解成。其实解成你跟我说的，我觉得就是很鼓励我，因为我很常，我真的是很常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团体，在这个在这里好像没什么作用。可是每一次收到像解成你跟我说的这种事情、这种故事，我会是我会很感动。然后以前也有粉丝写过。就是有亲手写过一些，就是写一段故事，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就告诉我，就是因为我，然后就改变了他，或者是因为我，就让他心情有比较好之类的，就是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我在这里是有意义，还有让我不会就是。一直觉得在这里没什么用的感觉，对，所以谢谢你们愿意跟我分享你们自己的事情，还有告诉我，我有影响到你们，就是我有改变你们，或者是有鼓励到你们，真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每次。很难过的时候，再想起你们跟我说的这些事情，我就会很，自我自己也受到鼓励，这样子就有动力走下去的感觉。真的，我这次很常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没作用，就算我做了什么都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得见我。一直，我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没办法自己救自己的人，所以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都会一直传讯息去问我朋友，一直跟我朋友讲，对，其实是蛮感谢你们愿意跟我分享。感谢我身边的人也给我很多鼓励，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可能为这个气氛，还有我快要关播，所以就很想跟大家
讲。别看我二十岁，其实我心里还没有到二十岁那么该有的样子吧。我没有到 我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可是这样也没有不好的，不是吗？至少我还过得蛮开心的，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对不对？而且就是觉得。童真这种东西很重要，真实的真，儿童的童，真实的真，对，这种东西是蛮重要的。嗯，对，对对对对。而且不要让生活去绑住你们。不要因为生活去妨碍你们去做你们想做的事，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对啊，那就觉得以后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见面。可是到时候可能会很多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些转变，会有改变。对，就觉得这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的所有人，就现在的大家的怎么说？现在的大家都很做自己，很真实的在做自己。可是过后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嗯，可能会变成一个别人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可是我不会，我会一直做自己。You forgot it all, my love. Don't you know you make me nervous? 谢谢大家，最希望大家记得要，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因为别人想要你成为这个样子，然后你就成为这个样子，我超级讨厌这样。反正就要坚持自己，坚持。你认为是对的，坚持自己，对，可能这样的人，这样的我比较难搞，可是起码我是在做我自己真实的样子，对。我是那种，是那种，如果就是要不就做自己，要不就大家一起毁掉的那种人，就是我是怎么说，就是狼潮，我们这边搞，就是，比如说，我要做完作业才能去睡觉，可是我当下的我。是觉得这个作业是可以明天起床之后再做的，那如果这样也不让我去睡觉的话，我是那种我会直接把作业撕掉不做的人，对，所以对 Type it Type it 没错 Type it 对没错，不是那么凶啊，不是什么一起毁掉，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东西，可是对，不是，我只是想，对，狸猫头，你说了，临危欲睡，不为我全备，就是这样，没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笑死！反正坚持啊，我希望每一位大家都是你们做自己，相信自己。嗯，好，要好就大家一起好。对，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反正这个临危遇所以不做瓦城的东西，就像屈原。这是一对我爱屈原，请大家不要忘记屈原这个人，好不好？端午节，屈原，端午节屈原，端午节屈原，屈原，大家不要忘记，对。我今天下午也想要发一个限动说，大家听过离骚吗？这样子，可是就我怕就是如果大家不想看到这种东西，大家都想看到立蛋，那怎么办？所以我都没发，算了。对，不要忘记。屈原。他真的是我很敬重的端午节快乐，晚安，大家谢谢你们陪我。